哎，赵哥，我们是不是要来一个新教练啊？对啊，说今天过来。长怎么样啊？翻了半天，朋友圈连个照片都没有。你看，我是今天才应聘的教练。看看训练练怎么样吧，把衣服脱了。一般般吧，明天回去上班吧。家庭地位，我不仅要在你头上拉屎，还要上街。